不对外开放的罗浮宫密院，装点成极具科幻味道的太空舱。这是 LV 2018秋冬大秀舞台，一场贯穿时间与空间的时尚旅程。罗浮宫 La Fayette 密院建造于拿破仑三世期间，两侧的环状斜坡道原本功能是引导马匹进入马术练习场，雕塑家 Pierre-Louis Houillard 打造的狼和野猪铜雕让此地显得古典又华美，也是对应设计师 Nicolas 穿梭时间狼的完美场景。设计师 Nicolas 赋予 LV 秋冬女装的关键字是经典发饰优雅，不带怀旧情感。本季系列游走在时间廊里，带着华丽古典的装饰细节，更有些未来感的笔触勾勒。时尚动新闻 ，Apple Fashion 名表志双刊号全台四大超商热卖中报道。苹果欢庆15周年。送你100元 7 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